哇，驴好急啊，又急又浑啊。现在季节还没到了，龙须黑貂闸口里面还没有了。朋友们，因为现在闸口里面龙须黑貂啊还没有，咱们去那边石头堆试一下有没有蟹虎了。上次去试过了还不开口，今天再去试一下啊、哦、不要叫了啊，石头缝钓蟹虎哦。钓啊用海蜈蚣啊，没什么要求，只要有口就行。现在水位还没上来了，现在水位还是低哦。哎，有有有，哦，来了来了，有蟹虎，第一条就上了。嗯，这条是蟹虎吗？朋友们，这条不像蟹虎吗？金刚节子头也没那么大的，蟹虎不够长。这条鱼好奇怪啊，应该属于金刚节子头吧。这条金刚节子都算最大了。好，我以为蟹虎上了，蟹虎上就好了。这条这么大先放着。哎，小鱼小鱼，咬着海蜈蚣不放呢，掉了掉了。哎，有，来了，这条是什么？哦，不是蟹虎啊，这么凶猛啊！哦，啊，不要叫，都熟门熟路了还叫啊！这个小黄有点乖，小黑太坏了。也是小的，哦，两条挂着两条，螃蟹哦，螃蟹这么多，螃蟹都出来了，蟹虎怎么还没出来呢？奇怪。哦，就一条，非常好钓。
喏、哦，这可哎。来了，这里钓了一个多小时了，连小蟹糊都没有，说明蟹糊还没上来了。上次金刚茄子都烧豆腐，非常美味，今天也一样，先到菜场买个两盒豆腐去。朋友们，咱们过些时候再来试哦，拜拜。